都是十七人，对对对，哦 ，Keep Calm 十七，对 ，Keep Calm。所以我们要先打球还是？哎，对，哎，有兴趣吗？有兴趣可以 battle 一下。来哦，来来来，不要说 battle， 那我们就投投篮嘛。哇，好久没有摸球。我小时候打过篮球，小时候那些小伙伴，后来他们的身高一步一步领先我，把我丢下的时候，我不长个了，我就不打了。如果继续坚持一下，可能还能会还能再长点。我这可能已经是坚持完了才长成这样的。我们要不可以做个小游戏？好啊。我们拿这个矿泉水瓶当成那个一个道具，然后运球，运球，然后边运边换手，这样稍微加点难度。这考验我鼓手吗？很简单哎，好不好？对，可以尝试一下，是吧？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可以稍微加点难度，再做一下背后，示范一下。对，这样换过来，然后再换回去，啊、然后这个可以慢慢再加点难度，做一下这个胯下。行，试一下，试一下啊。对，对，很可以，很棒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简单就活动一下手腕嘛，然后就可以去投篮，咱们玩可以啊，就简单就玩一会儿吧。对，哥。出手吧，老师们，咱们打之前不要补充一下水分吗？因为会流很多汗，咱们要补充一下水分吧。好，我们先喝一口景甜，一起干一个吧，干一个，咱们一起活动活动，好不好？热爱前行 ，Move on，Move on。嗯，啊，洗球了，洗球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嗯，准备好了啊。准备好了啊、哦！Yes！ 来射一颗，射！来们！哇！哇！真棒！棒！一二三，你要跳！啊！我去！加油！哇！左手上篮！左手哎！今天在篮球场上面再摸到篮球，然后再这样子打，我是真的很享受在那个状态里面。篮球曾经是我很爱的一个运动，我真的至少十年没有这样真的打篮球，好开心啊！拜拜 ，Over！ 啊，我不是来唱歌的吗？等一下要怎么唱歌？怎么？谢谢来，好开心，好久没有这样打球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老师。好，炫。所以你们为什么叫十七呀？嗯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哥哥，也是我们一个好的队友，他是孙明辉，他的背号是十七号。他现在去参加一个友谊赛，去热身赛去了，所以没有时间赶过来。哎，炫。但我可以来打球啊，我在杭州。对呀、啊，随时，咱们可以建个群，没事的话来到杭州，我们可以约球啊。可以，那个时候可能我哥他也会在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打一打。哦，孙明辉是你哥？哦，对对对，他因为也是这个我们一起弄的嘛。哎，你帮我跟他讲，我很欣赏他，他球商很高。我的天哪，孙明辉！伸出双手想拥抱，怎能握着拳头？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，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
因为